碳中和。从绿电点亮冬奥场馆到微火成炬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记者会上表示，在与中国外交官员表示，他们近几天一直在密切监测一个他们确信是来自中国的高空的侦察。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，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，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。关于这个气球的问题，刚刚我已经讲了，我们正在了解核实情况，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冷静谨慎处理。